好，天二啊，不，天堂 M，今天更新哦。那今天更新了组合包的部分，那每次更新就感觉涌进一大堆人潮进来了。但今天营业品也有，今天 video 的重点在遮讲啊。啊，那卖出来乱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毋过内底有拉拉的珍贵补给箱咧，今礼拜几啊？拉拉的珍贵补给箱，那内底有拉拉的珍贵补给箱大跟小。那我们先讲第二个，它是珍贵补给箱，里面有这个傲慢之塔的宝物袋哦，还有我们的魔法娃娃卡箱。傲慢之塔高级装备箱，也就是塔拉斯生物箱，这是里面的东西。重点来咯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宝物袋，这宝物 OK 了吗？啊，就这样。可是，好了，算了算了。哦，我已经五十级，我在等你聊天啊。我感觉我绝对要进五十级吧，真正，像进前像一个大改版的样子。这么一直按着可以快速回血啊、哦！我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啊，你不是讲会当自动放技能吗？迄到底要怎设定啊？其实我嘛毋知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用，但是他写说 self 啊，对吧？他也没有再放进来。我在看哪说啥？因为其实我看无啥有啦，我家己抓起来啦，吼，我家己抓起来。其实我即阵嘛无啥物在放技能，你敢知？暗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即个魔法材料啊，啥物态度啊？哎、欸，等下啊，即安遐魔法材料，我即个啥？毋是，我是讲。这就不能抓没？对，我们这一只不需要用到什么技能。